大家好，我们是 XOM。 大家好，我是 XOM 的队长 Chris。 大家好，我是 XOM 的成员泪。大家好，我是 XOM 的成员鹿晗。大家好，我是 XOM 的成员秀明。大家好，我是 XOM 的成员陈。大家好，我是 XOM 的成员涛。难忘的事情可能是我第一次出 teaser 的时候，那个时候让我特别心动，也非常紧张。对，因为第一次看到自己在网络上的视频出来的样子，自己觉得很心动，但是紧张，因为不知道，因为刚刚出 teaser 嘛，因为刚刚是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那个时候心情就是这样，所以很紧张。来说的话，应该是我们的那个 showcase 的那个舞台，当时是我们出道当天，那么跟 XOK 一起，我们十二个人一起进行的第一个舞台，所以那时候是特别难忘的一件事情。然后那次呢，在韩国举办的 showcase 的时候呢，我们的Super Junior 的李特前辈也过来帮我们做主持，然后呢，是一个很难忘的夜晚。对，저는저번에대만 SM 타운때왔던게가장기억에남아요그때저희멤버들모두가대만에처음왔었고그리고제가처음으로선배님들과함께같은무대에설수있어서너무가장여태까지했던것중에가장기억에남아요像我在如果有休息时间的话我会跟经纪人还有秀敏一起去踢足球上一次休息的时候一块去踢过了或者是如果是没有那么多的人或者没有那么多时间的话就跟秀敏一块去喝杯咖啡啊或者是买买东西这样打发一下时间我的话其实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出道时间没有多久也是新人所以其实工作的时间占绝大部分然后呢目前也没有特别多休息的时间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六个人有 休息时间的话一定都会想去陪陪家人啊然后或者说有一个比较就是自由的一天吧然后能够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应该这是我们大家比较想要的我一般会抱着吉他坐在床上然后弹就自己来弹一些就是想家的歌曲比方说有时候自己写一写词啊就把自己的思念是怎么样寄托在歌曲里面或者寄托在歌词里面然后把它写出来然后把它唱出来这样会心里会舒服一点然后会跟家人打电话然后会问家人的情况我家有四口人저는마지막으로가족들이랑여행갔었을때찍었던사진이있어요가족사진이그사진을보면서그때를생각하기도하고부모님을생각하기도하고그렇게외로움을달래요那我们四名中国成员的话可能大多数都是想家的时候都会去给家里打电话最通常用的方法吧因为很难见得到嘛生活习惯方面我们这有个劳动榜样秀明非常的整洁干净有洁癖相比他们我们会半斤八两的都差不多对我希望我们的组合能够一直走下去走到最好然后在过程中能够开开心心的对就是这样然后以后希望我们能共同完成我们自己想要完成的梦想站上我们想要的最美好的那个舞台만족하지않고무대에서더멋진모습보여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저는저 XOM이 욕심이겠지만계속자꾸자꾸올라가서안내려왔으면좋겠습니다我希望我们能够踏踏实实的完了以后能够继续努力能够大家都好好的相处完了以后能够一直这样走下去我也希望能有一天跟涛差不多能站上自己那个梦想的舞台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一直这样和睦的相处下去完了以后一起走向成功对希望就是我们 XO 呢能够在以后能够写下历史的一篇就是能够留下一些历史然后能够创造出来一个我们属于我们 XO 的一个风格对제가이번9월에제가생일이었어요생일이에요그런데그래서그런지팬여러분들이저에게뭐선물케이크뭐식사되게많이준비해주셨더라고요그거에대해서너무감사드리고요谢谢大家
너무 감사드리고요. 다음에 왔을 때는 그 보답을 하기 위해서 더 멋있는 모습으로 찾아뵙고 싶어요. 그리고 안전이 우선입니다. 大家真的是要多注意安全，对，而且每一次就虽然说只来了两次，但是你们真的非常热情，然后我们都有看到，我们也有感受到，然后也因为这个我们有更多的力量，然后我们也会在以后给你们更好的舞台，然后更好的给。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面，那么同时也希望你们多多期待我们下一张专辑。我想对歌迷朋友说，你们是最棒的，耶、yeah.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到雅虎，能够接受采访，希望下次呢能够在台湾待更长一段时间，能进行宣传，然后跟粉丝朋友们多多见面。谢谢你们这次一直陪我们，一直给我们应援，那么下一次再见。OK， 一二三，五样，哇，谢谢。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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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Yeah, who?